我九叔以前教了我一些药草的知识，看来还挺有用的。你好多了吧？好多了，谢谢你。 朱丫头，你在能逃的时候却没有逃，可见你心里对我还是有一点情意的。我是怕你被野兽叼走，怕你枉死在这里，相识一场，不想看见你死得太难看。我很开心，总之你是担心我的。 朱丫头啊，我真的服了，你烤的烤漆竟然比我烤的还要香啊！你是怎么烤的？加了什么香料？东方石，我救了你一命，你也已经清醒了，以你的医术，你应该能够治好自己。你能不能放我走？ 就算我现在放了你，你能逃到哪里去呢？皇帝跟老爷子一定会天涯海角的找你。朱丫头，你留在我的身边，才是最安全的。 看来我还是应该逃走的。